哎，古三妹，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，把话说清楚了。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，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。我还……你给我闭嘴！小刑天，我告诉你，感情的事儿，不是能给、能让、能送的。你要是真喜欢他，就自个儿想办法去。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！你才横在中间呢！哎，古三妹，你别走啊！跟你说话呢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跟你说，啥破医生啊，这么不经扯！你医生经扯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杀人啦！救命啊！你俩在闹什么呢？不成样！老陈，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，你放屁！我放屁了吗？我今天最后说一遍，我有媳妇儿，我媳妇儿是棉袄他娘。可你媳妇儿没影了，在哪儿你还不知道？我是不知道她在哪儿，但是我得等她。等到啥时候啊？活妖见人，死妖见尸，除非是我死了。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。你们俩要是再闹腾，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。老陈的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？这辈子要有这么一爷们儿，也不枉世上走一遭了。你干啥去啊？咱俩唠会儿来。哎，你回来。来了你。哎，你里边请啊。请问？陈淮海，陈掌柜在吗？您认识他？哦，掌柜的忙，有事您跟我说。我还是找陈掌柜吧。您没听明白我说什么？掌柜的忙，有什么事您跟我说一样的。陈淮海，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。啊？你再说一遍。陈掌柜，我是货郎的侄子，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。他在哪儿呢？他就在前面呢，在前面干啥呀？他咋不到我这来？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，可是走到半路啊，他后悔了，死活不走了。还说，把两个孩子叫过来，他看一眼就行，就跟前面那儿。啥时候来的？我们昨天晚上来的，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。今天早上一早，我们就打听打听，就往您这儿来，就跟这儿呢，陈掌柜。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，咱回家。我不去了，你把孩子们交出来，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。光看一眼哪行啊？你得搂着他俩，咱这才是一家人嘛。金哥哥，这是我媳妇儿，来扯把手。哦，媳妇儿，带我媳妇儿回家了。是好事，好事，好事。是啊，好。哎呀，不是，这么容易怎么着？对的。哎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，陈掌柜，媳妇儿团圆了，团圆了。陈掌柜，好事啊！好事，好事。陈掌柜，这背的谁呀？我媳妇儿。陈掌柜，您这背的谁？你娘？你老娘。苗娘，我媳妇儿，
啊，对，不，我说的就是棉袄娘。赵掌柜，陈掌柜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哎呀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哎，陈掌柜，这怎么还背回来一个？这是我媳妇儿。行了，闭嘴吧。高兴着呢，我闭啥嘴啊？老陈也背过我。各位，这是我媳妇儿。从今往后啊，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。有了内掌柜啊，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，今儿的酒我请了。谢谢掌柜。娘儿，胖子，好酒好酒，这是你们娘。我身上埋他，埋他我也喜欢。饿了吧？想吃啥？我给你弄去。淮海，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。我来就是想看看你，看看孩子。你们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放心了好啊，放心了，咱就安心养病，啊。那俩孩子上哪儿去了？这，我去叫他们来啊。别叫了，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，才几岁呀？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，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？孩子眼生，不怪他们。就算是忘了，你也是他们的娘。好了，别为难孩子了啊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我先给你弄饭去。你是我娘，真是我娘。你爹我能认错吗？这就是你娘。你干啥去？打招呼。跟谁打招呼啊？内掌柜的。你跟他打招呼呀？咋了？有的没咱俩呀？
你跟着我干啥？我也去打招呼去啊。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？要去你自己去。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？我还不去了呢。那掌柜歇着呢。你是？我叫古三妹，是老酒馆的帮工。哦，你快坐吧。那掌柜好。你也好。我是小晴天，我是。是小棉袄的姐妹。我是老陈的兄弟，对，过命的兄弟。过命兄弟。老陈去干饭盆找油麻子报仇，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，后来呢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。要不是因为我呀，老陈他走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回头呀，让老陈自己跟你说。好啊，你们俩都快坐吧。那掌柜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我从山东来。你咋在山东呢？这个说来话长。长不怕，你慢慢说。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。你老刨根问底儿的，烦不烦啊？我咋烦了？这闲着不也是闲着吗？那唠唠呗，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。那掌柜，你是不想说了吗？这个，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说吧。现在就有空。你看你，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。我哪惹他了？那掌柜都不说话了。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？这这么长的事儿呢。那掌柜啊，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，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。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，你告诉我，我去给你置办。哎，他也很忙，就我没啥事儿，你跟我说吧。好，我不跟你们客气，谢谢了。那我们就先回屋了，您歇着吧。你回去吧。那掌柜，你病了。得啥病了？小晴天儿，那掌柜累了，跟我回去。我这唠得好好的，你老催我干嘛呀？要走你走吧，你少管我。老陈，我在这儿呢。陈掌柜，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，过来陪他唠唠嗑。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。能唠完了吗？都。小晴天，嗯，唠完了没？你唠完了，我就唠完了。那掌柜，那你歇着啊，走吧。你笑啥呀？我啊，我笑了吗？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，我咋没看出来呢？都回来了。咋都没动静了？没事儿，不说话不耽误，留着耳朵就行。你们也看见了，我娘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，喂你一勺是一勺。
他要不想喂呢，就一勺也吃不着。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，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，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，全给你们掰直了。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？不是，你们俩什么意思呀？你听懂没有？筷子不能长短不齐，嗯，长短不齐，心事多。就这句话，青州二都说了多少回了，这回又保证忘不了。哪回你都说忘不了？谁说的？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跟你说的，这事儿没记错吧？你还记住啥了？记得你。咱老夫老妻，喝一会儿。不是您老瞅着我干啥呀？你还那模样。你不也还是那模样？别骗我了，我自己啥样我清楚。你也别骗我了，我自己啥样，我也清楚。我没骗你。我也没骗你。你说咱俩要真是都变了模样，哪还能认出来啊？干了。就有味儿。淮海，嗯，我对不住你。你是对不住我。当年我穷，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，咱俩就定好了日子，说好了的，头一声鸡叫，咱俩就跑。等到了那天，我听见鸡叫跑了，咋等咋等啊，你就是不来啊，我又跑回去找你。正好让你爹给逮着了。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，没安好心，老爸一顿好揍。那也不能赖我，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？那不管，反正是你家的鸡，你就得替他担着。我担着了，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。也算是偿还你了吧。你要这么说呀，那插口多了。你是把那鸡偷出来了，啊，我也炖着吃了。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，啊，找我算账来了。我刚吃饱正撑着呢，跟你爹没说两句话，一饱嗝打出半个鸡腿来，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。连滚带爬的我就撂了，甩掉了你爹，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、鸡汤啊，我都倒出来了。忙活半天，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。这你可怪不着我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你们家的鸡丢了，你爹干啥来找我呀？那会儿你满肚子草。
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，两只眼睛都是红的，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。我爹不找你，找谁呀？也是，那会儿是真穷啊。你为啥看着我了呢？你一整天定前定后的跟着我，迷了我的眼。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，在你身边转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。可我就觉着，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。娘儿娘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。淮海啊，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，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顶着这个家，都是我的错。说到底啊，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，要不是去找他们，你也不会被人骗走。娘儿娘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，你再说也没用了，不说他了，从此再也不说他了。眼下你来了，咱们这家呀又齐全了，打鼓另开张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淮海，霍朗已经病死了，我现在也重病在身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来就是想看看你，看看孩子，看见你们都好，我就知足了。打个针，我回山东老家去。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，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，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？娘在哪儿，家在哪儿？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。我子不嫌母丑。你等着，你等我把你养白了、养胖了，啊，脸蛋子锃光瓦亮了，那就有光彩了。那我不成猪了？什么猪啊？那是我陈淮海的媳妇儿啊。嫂子，你的病啊，我看过了。这么说吧，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，我不清楚，但到我这儿，可治。哎，啊，廖二娘，哎，这吕大夫呀，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。今天他说这个话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我一百个放心。哎，吕大夫。谢谢您，不客气。吕大夫，咱们出去开方子。哎，谢谢啊，您走好。吕大夫，他的病咋样？有啥呢？您尽管直说，我受得住。此病难治，两手准备吧。你听我说，不管是花多少钱，也得给他治病。就算是卖房子卖地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陈掌柜，
我说句见底的话，你就是把钱全花了，也顶多是拖些日子，能拖几天拖几天，我认。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？烧了咋样？他苦了一辈子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他能多活一天，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。我这心里呢，也就能多舒坦一天。这古三妹和小晴天呢？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？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呢？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，说没影就没影了。那小晴天更是闲得乌鸡六瘦的，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。那古三妹咋神到了？说不明白，就总感觉她在忙点啥，我都不知道忙的是啥。娘，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？哦，我是说这俩人啊，都心直口快的，整天的你顶我一句，我顶你一句，热热闹闹的，天天都有小信儿看。小信儿，烦死了。咋烦着你了？娘，您是不知道，他俩都揣着心思呢。啥心思？咋？跟娘还有个性话？都盯着我爹呢。好事儿啊！好事儿？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。反正我爹就一句话。就等棉袄他娘，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。哎呀，娘，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，我第一个动刀子。哎呦，胡说啥呢？你个姑娘家温柔一点，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？我才不找呢！你看，又胡说。这么多年啊，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，华子能娶个好媳妇儿。过几年一推这门，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、叽叽喳喳就上炕啊，打滚的、翻筋斗的、嚎的、叫的、闹的，多好啊！那娘，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，等把身子养好了。就见到了，娘，您咋了？好，娘等着。今天吃面，嗯，赶紧盛一碗去吧，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。吃的还挺香的，高兴了。说啥呢？哎呀，老陈媳妇儿不行了，你高兴了呗？啥不行了？活不成了呗。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。那都是骗你。你听谁说的呀？我不告诉你。小晴天儿，你这人啊，哪儿都挺好，就是把不住嘴，语出伤人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没乱说呀，我是听，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。老陈还说了，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。要说老陈媳妇儿，我既羡慕又嫉妒，甚至还有点恨她。你说她好好的时候不回来，拖了一身病回来了，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？哎呀，可是眼下她要真活不成了，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。夫妻了这么多年，分开了这么多年，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。又要分开了，哎呀，他俩这辈子呀，
记得这事儿，别跟别人说，尤其是小棉袄和花子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你干啥去？给你盛面。为啥给我盛面？你受累了？我受累了？我咋没觉着？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接着睡。不睡了。啊，不睡了，来，慢点啊。没，靠着住。啊，好，这样不累。你试试这个。你缝的啊？宣烫不？宣烫。错。我这一来呀，给你们添了麻烦了。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，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，我欠你们的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自打你来了，陈掌柜的脸上都有笑模样了，他乐了，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，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。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。你这嘴可真甜啊。哪是我嘴甜啊，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？那掌柜啊，你要有什么想吃的，你就告诉我，我给你做哈。好，我不跟你客气。对，别客气。屋里头有人吗？来呀，进来啊。你咋又来了？我咋就不能来了？你唠完了吗？那掌柜，你歇着，我先忙去。忙去吧。哎，多谢了。又客气上了。小心点儿，你也坐。嗯。那掌柜，你刚才谢他啥呀？古三妹啊，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。挺舒的心。小晴天，嗯，你找我有啥事儿啊？那掌柜，我不会做靠垫儿，但是我会唱，我给你来一段吧。好啊，那你就唱一段吧。掌上霸王表接在了手，抬头或看见了千娇百媚，百媚千娇，如花似玉，似玉如花，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白，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！只见她乌云发，发乌云，乌云巧挽盘龙鬓，鬓对雅，雅对鬓。鬓边斜插秋海棠，柳叶眉，眉柳叶，柳叶弯眉分八字儿，秋波眼，眼秋波，秋波杏眼水汪汪，芙蓉面，面芙蓉，芙蓉粉面花似玉，樱桃口，口樱桃，樱桃小口，寒槟榔啊！哎呦呵，你啥时候进来的？全吃后间了，他娘啊！还笑啊？那小晴天也太逗了。一碗药，撒了半碗，啥事儿？撒半碗也是药，给我吧。这小晴天啊，他不是有意的，你千万别怪他啊！赶紧喝药吧。你看，古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儿，你就垫上。这古三妹呀，心细稳重，能拿得起活儿，也能勤得住家，是把过日子的好手。这小晴天呢，心直口快，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。过日子呢是差些，可也是个善良的人。我说你呀，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，跟你唠嗑嘛。眼下你呀，只管治病，啊。等病都好了呀，你想留在大连，咱就在大连。
你想回老家，咱就回老家，全听你的。你不信？我信。你俩把娘嫁的脚都快离地了，还不是怕您累着吗？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，但您还就得多走走，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。嗯，让我歇会儿。要是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，娘就出来走。这还用说？华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。娘，您要是走不动了，我就背您走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，你背娘走干啥？不背就不背喽。那掌柜，该吃药了。小晴天，你端个锅出来干啥？怕凉了呗。再说了，万一不够喝的，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？你胡说啥呢？这药能多喝吗？红唇白牙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说啥就是啥。我们进屋喝药吧。走。